房贷危说对自己样貌丧失自信心，引发韩网暴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最近有一名网友在韩国论坛上PO出了房贷危在某一个视频里说出了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的关系，对自己的样貌越来越没自信了的视频截图，并写下标题房贷危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的关系对自己的样子丧失了信心，瞬间引发韩国网友纷纷涌入讨论。先来看一下原视频。说什么呢，真是的，太哼啊，你每一天都很帅，之后也会一直这么帅下去的，不要说会让人生气的话，2022年最搞笑的话没有之一了，每一次看都会因为长太帅而吓到的样貌是在说什么呢？留言区也太搞笑了吧，虽然我也是一样的反应，磕磕磕磕磕磕，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因为 V 说的话而生气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